的事件里面，国内最有名的顺丰。对于我来说，这次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听到说他要演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真的这个角色真的是选得特别棒。反正你就过来，你飞到这儿来。对啊，这是。跟郭富城化妆的那个老师，就是拿过奥斯卡最佳特效化妆奖的。You mix it in by hand. You have more leeway with the Monkey King makeup. 每一天都化这个妆，七个小时。猴子那种气场，包括神态，让我有一种很瘆人，真的很厉害。不愧是天啊，史上最帅的孙悟空美猴王。从来没有在电影里面看到自己打那么多，他很多的武打的动作他都不要替身，他自己亲自做。这棍子很重啊。不拍戏的时候，他一直在练他那个金箍棒。每一个镜头都很幸运。有时候导演都喊过了，他说：“这我再来一个，我还有更好的。”第二个啊，来一个。虽然是心里在想爽，越震撼也是最难忘，还跟以往不一样。英雄诞生了之后。英雄的劫难是什么？人只有接受到打击才会成长。傻子之妖还敢强辩。我惊喜的就是郭富城孙悟空，是我看到他升级到我们会去打造一个新的孙悟空，就是一个新鲜的孙悟空，可爱调皮，但是坦克劲，往后一路凶险，好好保护小和尚。我想观众看到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超级英雄。